接下来我们用弦乐四重奏的编曲啊，来跟各位来跟大家分享两部很美的电影的配乐。哦，像电影配乐，配乐大师其实现在很多都有古典音乐的底子的啦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们都有古典音乐底子，然后写出很美的那个旋律哈。那这首就我就比较轻松了哈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第一首就是《新天堂乐园》啊。然后老实说，这电影我没看过了啊，没关系。可是里面的旋律很美，我们就这样欣赏一下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就演出《新天堂乐园》里面的电影配乐。